我年轻的时候这种行为不计其数，是吧？去火锅店自己偷偷带着青菜，没人看着偷偷掏出来涮，有的时候也被老板发现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练出来了，云淡风轻啊。我说老板啊，对不起。老板说，小伙子，你是对不起你自己，我们这是自助餐。我知道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弟突然看着我一本正经，他说，姐，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啊？我说，那你为啥不上清华呀？嗯，是因为不喜欢吗？你们可能看不出来，我读过大学，我是一个医学生，我初中的时候还去跳过健美操。体育老师来班里一看，说，哎，你这个小孩你个高腿长，一看你就是跳健美操的天才，是吧？振兴咱们学校健美操就靠你了，赶紧来，没你不行。我甚至考虑过去跳那种自信体操，不知道你们见过没，就那个我是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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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。